这个案子进展，说不定就不可能来抢了。此次对于抓捕犯罪嫌疑人周泽农提供重要线索者，警方将给予人民币30万元的奖励。很有可能就藏匿在这一带，他们应该进入了业务堂。是一个三不管理地带，哪个都想管。 这是周泽龙董哥吧？听到的。把花果厂交给我来着。一句把握，想见到我老婆，要死我忙行李。你老公周泽龙想见你没？我不能去，警察已经盯到我了。我希望你三思慎重的陪我。 把人都喊过来！你只三十万，我不想把你活到八大警察。你晓得我的事情太多了。